大家好，我今天做的专是一个自由化的课，来自于圆圈。那这个是，继续讲话你好。那这个专案主要目的是，因为有些新手是非常想热心想贡献GUE，可是来之后不知道从哪里转来。那GUE严选主要是利用爬一些GUE成员或是相关的语料，从中萃取出一些关键字，让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新手，可以从这里面去挑选出你可以参与的专案。所以叫自己的坑自己选。没办法下列，我们等一下。感谢村长大大。太好了，耶、！OK， 好，下一页。那只是很奇怪的是，刚才在 AU 的帮忙下把这一个礼拜的 IRC log 全部我已经在台，我已经 next script 之后出来，结果我现在是第一个一年语料是差 D 有292次，就是大家正常讲的话就是差 D 这样。不知道为什么，那实际上往下卷之后，我不知道什么状况。实际上往下卷之后呢，第一个有意义的语词汇是 hexon 9n 的，就是我现在参加这一场，对，有十次的人提到，我真的很奇怪，为什么只有十次？还是第一个有意义的语料。那紧接着后居然是 Q&A， 我的天啊！可惜还不是 Mr. 哇，是一样朋友圈正良这样。那不过紧接着还是有一些有意义的语汇，像 community 是那个新的那个后勤中心嘛，然后经贸博士会议也出现六次。哦，那可是在，因为我是应该有一个什么讲个秘诀点 GDV 点其他的，这样才对嘛哈，这样才对得起大家嘛。什么呀？外面只在台长新月部了，但是都可以有红黄牌。不过，在这些奇怪语汇之后，终于来了一些真的正常的资料。可是他们只有两次这样，政府资料开放平台、台湾门牌查询、一年的唯一指定地、两岸经贸、第九次还我土地那个什么，还有培真开放政治现金。这些终于是正常的资料。那所以接下来下一个难题应该是怎么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东西通过滤掉，留下这些有意义的。好，谢谢大家。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跟我找我 talk 一下，谢谢。